有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亚礼拜一客家新闻插枝，我是喜丽丽。法莲妇女记下十年来呢，建垂通游山港中，100多年和港英的联合国离山创意工作小组，坚持爱守护亚丰土地。也纪念呢，妇女农会就以离山爱孤岛环境同农业做中心，推出无感艺术柜。研发用美食为主的产品，爱生态、生产同消费形成一只好的生存法，不但将行出一条优秀的离山经济之路，也为农村经济开展出很多的可能。来看记者邱一华同罗英仔的报道。妇女农会用成功 disco 共有阿哥哥做主题，为精神发挥闹热的开场。在舞台上，不管是韩国农会成员热情的也挑战阿哥哥，和邀请大家一道就是赏赏玩法。自从春风和白灯各自各用，用一部分研发做出来的其实的点心，韩国结论高，未来天卖妇女的农产品。所以去年的话，我们整个园区是全面开放的。那全面开放的话，就是所有的游客这些都可以进来。所以在去年整个金针花季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大概有5000个游客在我们的整个六四丹山来游玩。今年78年的金针花开花之前，天公爷总算乐意的，因为雨水又大，故说今年的花开到特别的强。今年我们的六十担山，其实在5、6月的时候也是遇到旱灾。那遇到旱灾之后，很幸运的就是7月以后，每天下午都有下大雨。那下大雨完了以后呢，我们金针花还就是像你今天看到的，它开得非常的漂亮。就是山上的农民，家家拢系拔起水仔过后，来到山上开垦呢。金针是今年改变人生重要的作物。当时100台斤的地瓜扛下去，到山下才换25块。在太麻里金针山那边的老人家就说：“你怎么不转做金针？”那时候金针没有几斤就25块了，而且很轻，然后又很多人需求。民国60年，六十三山开始改种金针，下后金针就是山上人家重要的经济来源。不过金针花开花时期，从7月到9月，短短的2、3月，一年的暑日就已是亚关键的时期，黑毛就会等到过天年了。不过今年三月份疫情，农民对松山的影响又好又强。说疫情比较严重，我们就是真的是关门，然后拒绝来就是游客。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住房率跟一些农产品的贩卖，真的是就是降到谷底。以现在来看，大概剩下往年的1/3左右。用很好的金针分开包装，准备拿去卖。中央旗下推业拢在63山，今年金针产业的收分量高，前几年呢金针的产量唔好，市场卖都唔拉卖。莫猜今年金针上到特别的奖，不过疫情的影响，就像骨牌效应，对生产都卖，总归无了了。那你像去年的金针是产量不足，那在今年的话，今年因为平地的热带金针，5、6月的时候金针的产量是其实也才刚好而已啊，所以你严格来讲，这个时候的金针的这个南美洲的金针的那个市场应该是算很好的，末端的那个消费者他没有出来没有买。所以就
南北货市场它就卖得不好，那相对的它就是影响到我们产地的盘价。铁山乡蒙田示范的农民，外面对的不但像是疫情，前半年做田旱，金针受到天时的影响，发起战后，摘金针行过摘茶，交叉的时期比往年重加青多。茶农七八年来听摘茶，都会旧业处，过不久就会将一刀，上到长长的茶树呢，应该用机器剪枪枪。其实也是很不舍啦，所以就很好的原料，然后要把它修剪掉，然后因为我们这边春冬两季是做球形的乌龙茶，然后夏季跟秋季是做蜜香红茶。那现在花莲都在推动无毒农业，然后这个蜜香红茶是非常好的。我们这边应该是讲说是属于专业的金针采收区，对我们来讲，我们的采茶师傅来讲，他不只有采茶而已，是我们要采茶的时候，我们要提早去跟他预约。那如果没有预约的话，那他可能就会，比如说他会跑去采金针。花开莫提第二呢，张家凤金针花季张开始，上山的人就加千多。他加千九莫出门呢，就连不开的宠物没带到山上来钓。去年是容纳了5000个人，那今年的话，我们的整个人流的管制就是2000个人上山，所以因为这样子降级的关系之后，其实对我们的六十担山一年收成一次的这个产业冲击也非常的大。金针花开的，今年的金针花在流水山上按多年来好多最强的。不过，在因为疫情，社会倾倒，松散看花买金针的人下，不少农夫就同菜地的农民，而将山风按好的面积包包起来，送到消费者的手中。今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整个协助农民的行销活动就是改为线上线下的这些活动。那今年我们的主题叫做丛林野派对，秘境忘忧夜。那我们今年有7个派对，第一个有一个摄影派对，然后再过来一个短片派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今天放在这里的防疫美食派对箱。魔法就像条街提起爱爱姐姐不懂边口上方法，比到外卖金针，农夫同菜地的业者推出的一下酱油的防疫美食派对箱，里边满满有四方菜地的料理。金针芋头控肉，大家一定没有吃过。它这个冬瓜是有芋头香的冬瓜，迷迭香的咸猪肉。大家有吃过苦瓜风，但是有没有吃过金针苦瓜风呢？这些农家最受欢迎，大家所有客人评比最好，然后最想吃的这个料理，我们把它做成冷冻包，然后把它集结成我们的防疫箱。但是这个宅配箱的话，我们只有供应到9月21号，金针花季结束。你看，这个就是米汤总称乳同事，你有没有看到拉丝哦？有吧？不空腹的用吃饱，提高消费者，让用不开面包机做出合适的米血汤。美人米谷粉，这个就是纯的米谷粉，你只要选这个包装的。去年开始疫情的关系，然后呢，我们所有的消费形态都改变了，很多人都在家里煮饭。所以我们就想要透过这个直播的这个平台呢，来教大家说我们富里的米，不同的种类的米，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料理，这样来做变化。所以现在就是慢慢给它炒香。用富里米不但像做得做出一下日本最受欢迎的铜煮米血汤，还做得煮出传统的西班牙炖饭哦。记得分享、按赞，要开启小铃铛。富里有3000公顷的农地，在华东中国第二大稻米的产区。疫情下，伊富里了的人下感受甚多。富里农会的总干事魏启达来做吃播主，教大家用个简单的做出
何时要用营养的米食，比行少开展新的通路。水稻它是适合全世界所有人种来食用的，因为它没有麸质，它不会有任何的过敏源，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把这个米谷粉的东西发扬光大起来，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懂得怎么用我们自己在地的农产品。它非但可以减少我们的食物里程，它更可以取代我们面粉的用量。自从1806年，富里农会用同太子年和平共处来做经营的中心理念，在1807年又加入了国际生物多样性的离散创意工作小组。下后在富里做农，除了爱上忙买米，从初采提的经济，还爱孤独环境生态。其实我们这个稻草艺术季，基本上我们就是有主题的作品，那主题的作品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作的，这就是艺术家的创作，跟我们社区结合创作的。那后面的小型的作品就是我们富里乡各个村的社区还有素人他们的创作。耶，好漂亮。今晚石头请到人下观点无安逸的去到富里无国艺术季的现场，你多地杯很多年都想爱情，也把艺术季最受欢迎的用无关做的罗山贡茶站向下协商。我们在加入里山倡议的时候，我们农会非常致力的推动一个里山倡议的五个精神面的其中一个，就是资源循环再利用。在顺风点点的拿点无关在补的，就是做几个人潘运营有一种成就感啊，说稻草可以做成这种作品给人家参观，还蛮不错的。潘运营讲，没想到这个时节拿来做工人呢，学条的教的无关，也哈今年做的成人学来了来教官。就是游客来就会从那个农会这边看那个作品啊，还有那个米，还有水果，还有饮料，还有那个一些那个这边做的东西啦。所以我们希望的是说，大自然给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合理化的去使用它，而且可以资源循环利用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发挥成最大的一个经济效益。空屋法开始实施过后，禁止农民在田下收禾秆，禾秆就变作欢迎头脑痛的农业废弃物。经过创意，将菜地的特色同离散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理念结合起来，就变作的陪酒先锋，请乡人来了的观光景点，也带来上路上多的广告效益。他们不停地一直去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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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变成说整个活动就热起来了。张潘良的无国艺术季，将富里石林搞了各方面的经济效益都带动起来的，农会又还研发了各种的文创商品。不过农友古道一开始就请坚持的属古土地的理念，稻草艺术季也用我们的星星来作为主题，四脚着地的时候那叫做守护，就是守护这块土地，然后如果是他站直立的时候双手放在胸前，这叫做坚持。所以我们富里的农民会继续守护这块有机稻田，然后继续坚持在有生耕作有机耕作的这条道路上，这主要传递的是这种讯息，是我们的手提袋，然后还有包括我们最喜欢最受欢迎的米饼哦。那米饼的话，我们也用我们的福星来作为代言人。经过镜头农会总干事今天宣传1300000的儿童今年的文创商品听广告，这个主要也是希望说加深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对富里的印象，然后看到福星就知道说我们这里是一个没有受污染的一块土地，然后这些农民非常认真辛苦的继续守护这块土地。公众人员无限的将各种的美食商品供给街坊，对过去六年下，看见各种各样包装都安详的商品，每个人都唔知啊，按哪来放账号，用杂数拿到满满，用离散精神做文创商品的基础。古所富里在疫情的影响下，还替做得发文机做专机，为地方创造成功。不过，富里农会的野心唔单像安尼，
今日还那希望将四句好山好水好人情的想法，经过文创商品交盘消费者，为还那多的人留下来对土地友善。